这个刚才的 pose 当中有一位同学稍微误会了，其实应该顶出胯，对不对？他是这么做的。谁呀？我吗？王源顶个胯。你把胯要顶出来，你刚才胯没出来，只有腿出来。哎呀，小胯扭的，哎呦！这个动作要连做三次，预备，跳。好，接下来是小凯三次，小凯是吧？谢谢你，那么从那儿扭到这儿，三下走。左三圈